大众体育9月14日讯，据意大利罗马体育报报道，那天有意引进国米中卫时克里尼亚尔，使得后者与国际米兰的续约谈判变得更加错综复杂。在国际米兰经历了一个成功的赛季之后，时克里尼亚尔吸引了几家欧洲顶级豪门的兴趣，而国际米兰希望给斯洛伐克中卫提供一份新合同。一枚蠢，国际米兰为时克里尼亚尔提供了一份250万欧元年薪的合同，而球员的经纪人要求350万欧元的年薪。据悉，时克里尼亚尔的经纪人之所以向国米索要更高的年薪，是因为曼联有意报价这位年轻中卫，并希望将其带到老特拉福德踢球。鉴于这种情况，国米很难与时克里尼亚尔达成续约的协议。据悉，国米提供的新合同将与时克里尼亚尔续约至2022年。时克里尼亚尔现年23岁，斯洛伐克国脚，司职中后卫，上赛季代表国际米兰首发出战40场，贡献了4粒进球。